什么好黑？无语，话要说清楚一点，今天场景很黑。没错，现在已经熄灯了，因为我刚刚磨蹭了一会儿，玩了一会儿手机。对，今天是我首一次佩戴这种配饰，因为我之前不是买了好几个那种链链，但是放到中心了，我每次在离开的时候都会忘记带走，今天走的时候专门拿出了一个，就是我最丰富的一条链链。我还有别的链链，但是不是没有这个丰富。这个特别丰富，你看这有一圈细的，这还有一圈粗的，然后还送了一小根，不知道咋回事。然后顿时我就觉得，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黑 T 恤，然后穿上戴上这个料料之后，我突然整个人变得非常的酷。直接短发，不会缠到，它缠一起再把它拉开就好了。是不是感觉非常的丰富？我也觉得，对，就是有那种 hiphop 感觉，那不行，我胳膊又没劲儿了，我真无语了，我也太弱了，就光是俯卧撑，我也没做多少个，我的胳膊又开始发软，开始抖抖抖。是谁说了个短发？从哪儿听到小道消息？没有人要剪短发啊。我们练舞嘛，我们排练，因为有一个什么表演，明天要审查，然后就顺便录了个作业，然后运动，要求是几个？要求是20个。对，而且主要是 昨天晚上我公演结束之后，我在后台问了一句，我说有没有人想去泡汤，然后大家都说去去去去去去去，然后今天早上我在群里面问的时候，我说有没有人去泡汤，没有人回我消息，好难过，被骗了。我本来已经想好，说今天去泡个汤，然后休闲的回到学校，然后竟然没有人回答我。以后要提前约好，就是前一天晚上都约好。没错，但是因为我到下午我就得走了嘛。一个敲门去问，笑死，那我真要累晕了。然后我还要就是去求着他们，拜托拜托，哎呀，对。他醒的时候，他找我，我说：“嗨，我已经要走了。”对，以后就是在那种提前一天先订好，说要去，然后把票也订了，然后车也就是预定，然后第二天如果不去的话就发红包。下次有经验了。真的泡汤了，哇塞，真的泡汤了。主要是因为我那天就是我那昨天嘛，昨天我在后台问的时候，应答我的人真的很多，超级多。就是我说我们要去泡汤，然后开始应接不暇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然后还有人说，要去泡汤，要去搓澡，要去按摩，要去吃东西。我说好的好的，我要去很开心。这是重点吗？还记得哦，记得有一位今年没有回我消息。就是那位江山，昨天我说的时候，我说是要去泡汤，他说我要去，他说还想去搓澡，我说好呀好呀，那一起去搓澡吧。结果他今天也没有回我消息，啊，确实也是跳累的时候就非常的想去，泡汤了泡汤了，要感觉我这个膏药怎么贴的我有点。贴的我皮有点痒，什么东西啊？
还没有撕掉，因为本人非常懒惰，本人真的非常懒惰的，如果它不是就是实在是痒的话，我也不会想撕掉的，肯定不会啊，肯定不会拍美美照片，除非啊，不过也行，因为我今天起得早，如果今天真的是要去的话，我肯定来得及化妆的，不是怕疼，我就是懒惰，纯属懒惰。什么想法脱臼了？快给接上！那下次看的时候就这样拖着看，下次看的时候就这样看，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肯定痒就要撕掉，不然会过敏。我当然知道啦，所以我就是想说把它撕掉。对，大家以后都带个那种整个这样包住的。21号知道了，而且我要换个站位跳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当时老师跟我说那个什么，他是跟我说，说几号来着？可以期待，对，跳3号。他当时跟我跳3号的时候，我以为那个许阳的位置是3号，我说好的。然后刚刚老师发出来那个站位表，发现3号是那个。那个男位，我就补戏吧补戏吧，我那天本来打算，就是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说我那天要打扮的甜美可爱，然后刚刚一看那个表，不仅要学新站位，而且还是一个男位，整个人一个大崩溃。真的吗？那我就不穿那个裤子了，我就穿着裙子上去了。那不行，我就想，没有人可以左右我。哎呀，胳膊都抬不起来，不抬了，不抬了。但是很痛苦、很难过的，就是要学一个新站位，而且还是周五，周五公演，朋友们。如果是周六公演的话，我还可以早早去剧场，然后自己过两遍，走两遍，然后周五我一下课就过去，然后头发妆都没搞好，然后马上开始上公演，好害怕，我连过都没有过的机会，好害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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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不穿就不穿，好害怕，好害怕。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安慰一下自己。空闲时候会练，但是怎么说？因为我没有那个，就是我们的舞蹈房和剧场的那个位置，剧场是那个圆的，我们舞蹈房是方的。而且我们舞蹈房没有那个几线和几，我只能靠脑子去记。一靠脑子记就容易记差掉，比如说分不清，忘记左还是右。就是只记得是站在三线一，但是忘记是左边的一还是右边的一，就这样，容易忘记，就很可怕。可能来不及了，要不然我就不行了。哎，好吧，哎也不行，哎呀，好吧，我不能再翘了，我周五已经翘了太多次了，朋友们。就据我目测啊，上一次那个运动会的时候，周五我就翘了课，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周五公演的时候，我也是提早走的，就我们4点半下课，但是我跟老师说，老师，我可以4点钟就走吗？然后老师说可以，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不能再说了。虽然我们老师真的就是他很温柔，很好请假，但是不能这样一直请了。而且他就是他一般他的课都是前几个小时，不是前几个小时，就是前半节课是在讲理论，然后后半节课在跳舞嘛。然后前半节课讲理论的时候，我就是听，然后后半节课一跳舞，哎，我走了，就不太好。老师知道呀，我每次都会把我的行程发给他，我会把我的通告表发给他。跟他说，我确实是有事，必须得走了，不然的话我肯定会留到最后一刻。
主要真的请了好几次，周五。真的吗？但是我是为了让他相信，就是跟他说我真的是有安排，老师真的，而且就是晚不能晚，晚一步就不行了，所以就跟他说，我到了那个点儿，我已经是最晚最晚最晚的时间了，不，老师并不想早下课，他每次都会拖堂，他每次都是，就是课都上不够，哎吧，一个打哈欠被打嗝，我也觉得很酷，我甚至想把它半永久纹在脖子上，困还是有点困的，毕竟到了这个点，我一直会打哈欠，每天到这个点都会打哈欠的，眼睛红的是因为天天都很红，每天眼睛都很红。不是啊，我说的不是纹身的纹，我说的是那种，你们怎么不懂我的梗啊？真讨厌！原来我们果然不是在一个世界。也是啊，因为我还买了别的样子的。你的眼睛像星星，一眼就坠入陷阱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所以刷抖音学会了很多歌曲，还有一个，美瞳我不戴我就不行，我就喜欢戴。还有一个什么星星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蒸馏水，那个蒸馏水，当然可以好好唱，只不过我现在不想好好唱。啊，对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什么蒸馏水啊来着？的你，的你，的你，下一句什么？还少两个字，还少四个字，的你。不是，真的没有人知道啊！看来大家果然不是一个世界的哦。105度的你，什么什么蒸馏水啊？滴滴清纯，没错，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儿。好，其实我已经新录了一条了，昨天晚上刚录了一条，啊，每次都听不全啊，好吧，看来是就是15秒嘛，我已经昨天录了一条，打算明天发，但是12点就不是人流高峰期。要那种大家都在刷抖音的时间，一般大家都是几点钟刷抖音？提问。12点，真假的？是晚上12点吗？应该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大概从下午的5点半开始，一般这个时候不就是下班吃饭时期吗？5点或者7点那个时候，5、6、7、8点的时候，有专业人士来了，4点到6点发，OK，那我就是4点到6点的中间时刻是几点呢？我就取一个正中央发，好不好？5点，差不多，我4点半下课，差不多，真的是那个时候发吧，啊，真棒，是5点，哎呀，完了，我不小心透露了发抖音的时间，完蛋了，
竞争突然变激烈了，好可怕。以后绝对不能预告，怎么现在开始抢了？明天才发呢，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绝不允许，打咩。哦，也是，我不会整点发的，我都是要就是搞一个不知道的时间，不行，那不能催我。不是，抖音这种东西不能删掉，抖音删掉的话就没法再发了，因为它只有那一条，删掉之后就不行了，不过说不定明天真会忘记，万一我明天忘记打开口袋四八，然后都看不到你们的提醒了。还好，应该明天下午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印象中。明天下午好像没有什么安排，明天中午是我们要去审核，下午应该没有事。所以应该没事，可以。吃小龙虾？为什么突然吃小龙虾？可能会限流，好可怕！抖音限流这种东西真好可怕哦。是吧？好珍贵，但是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我们4点半下课，6点钟又上课了嘛，中间也就是个吃饭的时间。而且一般还不会准点下课喽，很烦。他还留那个作业呢，这不就没有事吗？4点半到6点中间有一点，那就算5点到6点吧，不是拖，不是他愿意拖堂，是他每次都在临下课的时候布置一个作业。上节课就是马上要下课了，他说啊，我们这里来填写一个什么什么，就是一个作业，就是课堂作业。他是快下课的时候发的课堂作业，然后此时我没有带笔，我就只好等别的同学写完，然后我再写，所以我就又拖了更长的时间。对啊，是。算是文化课，就选修课，对，就变相点名了，你也不能不写就走嘛，不然白来了是吧？他也没点名，他只收课堂作业，他不点名的，对，明天一定记得带笔了，主要是因为就是之前周一是没有那个文化课的，周一都是专业课，所以就不带笔。然后那节课是从下半学期开始上的嘛，所以就没带。对啊，我上舞蹈课干嘛带笔呀？拜拜。困了困了，明日还要早起跳舞，先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拜。突然关掉。